好啦，咁我誒而家邀請阿歐陽淑賢博士同我哋做少少補充先。好，唔該曬。好啦，咁大家咧就聽咗咁耐啦，咁就輪到咧，我想講解多啲點解我哋要推介呢一個手杖俾大家去練習啦。咁因為咧，其實咧，我哋知道帕金遜症病人佢嗰個睡步同埋營步咧係一個好大嘅困惑啊，對佢哋響步行嘅障礙裡面，特別咧係喺外出，即係出咗街嘅時候。咁如果靠一啲視覺同埋聽覺嘅提示咧，其實真係會幫到佢哋解決咗個睡步同埋營步呢一個嘅問題嘅。咁但係一出到街咧，呢一種嘅提示都比較困難啲去行使出嚟。咁所以如果有一個譬如類似而家有嘅激光這個雷射的手杖的時候呢， 它放出來的那條雷射的線呢就是一種提示的方法，所以呢我們認為呢是應該可以幫到帕金遜的朋友的。而呢是這個的雷射的手杖呢的效果呢，其實最早呢是在2011年呢哈佛的一個一組的研究隊伍呢，他們就發現呢這種提示方法是有幫助，是對帕金遜症的病人有幫助。剛剛2016年呢英國也出了一個研究了，就肯定了呢用這個雷射手杖的方法呢對患者呢他解決他的營步，即是那個步態僵凍的這個情況呢是有明顯的改善的。咁所以咧，我哋一陣間咧就會咧係請大家填完嗰個嘅問卷咧，就會出嚟啦，俾我哋四位嘅同事一齊咧，就係去同你分析一下，究竟你係適合啊，定係唔需要用呢一個嘅雷射手杖喎？因為咧，頭先講過啦，係當那位朋友他是有睡步和營步呢，這個手杖是會幫到他們的。如果你沒有這種狀態基本上是不需要的，所以就不用擔心，如果我們篩選不到你，你不用失望的，就是說你其實都 OK 的，可以靠自己平時練習多一點都可以幫到你的步行和保持你的活動的狀態的。咁如果你係被篩選到有需要有呢一個嘅手杖嘅時候咧，咁啊點咧？我哋咧就會喺嚟緊五月尾咧就有一個叫做工作坊，咁我哋就會咧打電話通知大家點樣樣咧係嚟呢個工作坊，咁咧就係咩時間嚟？咁嗰陣時咧，我哋咧就會咧俾你呢一個嘅雷射手杖啦，同埋咧未俾手杖之前咧，其實咧我哋都會咧係幫你做一啲嘅檢查嘅。咁嗰啲檢查咧就包括你一啲嘅活動行動嘅靈活程度啦，你對平衡嘅一啲信心啦，同埋咧其他嘅一啲嘅響你嗰個生活狀態嘅一啲嘅問卷。咁我哋點解要咁樣樣去做咧？我哋問咗你同埋咧檢查咗之後咧，其實咧係有作用嘅喎。我哋希望你跟住落嚟攞咗呢一個嘅雷射手杖翻屋企去練習嘅時候，或者係咧帶出去你嗰個譬如公園啊練習嘅時候咧，咁你每一日我哋會提議你，會建議你每一日係要練習幾多嘅時間嚇。咁你持續咁樣練習，我哋希望你咧持續練習四個禮拜之後咧，就再翻嚟我哋第二個工作坊。咁呢個第二個工作坊咧，我哋就會再幫你做一次你喺第一個工作坊做過嘅一啲檢查。咁嚟到咧睇下你經過咁努力嘅練習之後，究竟咧有幾多嘅進步喎？咁我哋都希望藉呢個機會咧，係提示翻俾你等你知道自己，咦，我係好咗嘅喎，或者我有啲咩仲需要改善喎，咁樣樣。咁所以咧，希望大家咧，如果被選到出嚟係嚟參加呢一個嘅雷射手杖嘅步行嘅練習嘅時候咧，你哋就積極真係咧連續做四個禮拜咁樣樣，係養成一個步行嘅習慣，從而咧去改善咗你嗰個活動步行嘅情況，同埋咧生活嘅一啲嘅參與嘅程度嚇。咁我哋了解咗呢啲嘅資料，你亦都了解咗呢啲資料咧，其實咧可以話俾大家聽咧。你的表現呢其實會鼓勵到將來同樣是在帕金遜
正患有呢一個步態問題嘅朋友，俾佢哋一啲鼓勵嘅。啊，你嘅進展就係佢俾佢哋嘅鼓勵啦。咁所以咧，其實你都有你參加咗呢一個嘅啊活動嘅時候咧，有一個大使嘅身份㗎嚇。咁所以我好希望你哋咧積極啲去一齊去參加呢個運動，好唔好啊？嚇，咁我諗我大致上咧係想講到咁多啦。咁嚟緊咧，我交翻俾工作人員，佢會話俾大家聽點樣樣咧，係分開一小組一小組咁樣樣就出嚟，俾我哋咧做一個咧完成埋嗰個選擇，好唔好啊？嚇，咁請大家稍為等一陣。